OK， 咁啊，今日嚟到呢个女人街啊，咁啊，今日咧就即系堂食解禁第二日嚟噶啦吓，第一日就冇限啊，第二日啊，咁啊六点零左右啦，嗱，今日咧就平时呢条街都行过一两次啦，系咪？咁啊，今日咧就会 focus 喺啲食肆嗰度嘅吓。咁啊入去啦嚇，咁啊兩邊排檔咧就冇乜點變嘅，啊，咁啊咁早啦，咁其實咧就都開始有啲人咧就食緊嘢噶啦，哇喺嗱時間六點鐘啊，之前咧就三鋪嘅嚇，咁而家咧可以睇到咧餐廳裏邊啲人咧座無虛席啊，依間啊坐滿人啊。有啲點緊餐啦，已經啊！食嗰啲麻辣串串、羊腸串啊，咁啊，仲要陸續入去添啊，相當之受歡迎啊！幾好啊！啲食肆開始有翻啲新氣，因為之前就夜晚呢度就死寂嘅嚇，咁啊排檔就唔好講啦嚇，啲排檔就即係。十年如一日啊，咁啊都冇乜點變。咁啊，有啲餐廳咧就冇乜人啊，或者未有人住啦，叫做啊，啲餐都唔係貴啊，56蚊啊，食牛肉麵咁。爆奶麵佢啊，多份啊，可以偷睇下嘅。咁有啲即係餐廳就有一兩台客啦，叫做啊，咁可以望一望啊出邊排檔呢個，咁啊有啲開有啲唔開啦嚇，所以個景觀就開揚咗噶啦嚇。以前咧就譬如你行出去咧，你行唔到，俾啲排檔咧遮住曬啲嘢，望唔到過去對面嘅，咁啊。見到啲特得意嘅餐廳就行過去啦。咁兩街有個好處咧，就係佢冇車經過，啊，真係行人專用區嚟嘅。啊，你見到咧唔開檔噶啦，呢度擺曬鐵架喺度。啊，一心軟麵爆咗咯又，啊爆咗咯，啊啲人幾開心食得，偷雞啦。啊！望到裏邊幾多人？啊！咁啊，食得好開心。幾多錢啊？啊！食碗拉麵咧就68，73。填資料係啦，可以填資料，填資料 ，OK。啲假嘅，呢啲唔係假，啲真嘅。啊，可以填住資料先，有啲餐廳都 keep 住啦，咁即係開嘅，咁就係客就唔多咯。啊，邊個不嬲都係咁樣。啊，即係回復翻正常咯，未至於話咩間間爆嘅。咁你見到啦，依度一辣就執咗啦。一爛啊，執咗啦，都未開飯，唔知搞邊貨。正宗印度咖喱，我食過一次，覺得好貴，依間唔抵食。OK， 嚟到依度，依度間唔係廟街啦。聽到人哋話，喺度問依度係咪廟街，個樣似嘅嚇。咁其實依度咧就女人街。啊！呢、這個奶路神街嗰個位置，好 keep 住眼。啊！呢、這個位置又開齊少少，啊！嗰啲排檔又都開足喎。啊！唔仔細睇啦，啲排檔就睇、都睇過，反而揾啲餐廳望下。即係佢哋個款係點先嚇？
其實感覺上是即多生意那些就繼續多生意，不好生意那些繼續不好生意。咁啊，分別不大。咁呢度啦，係啲 A4 袋，一大堆。過嚟，容易拜拜先。睇下先。哦，依家唔影啦，正宗印度。啊啊，咁啊，兩間都冇人行啦，所以好舒服啊，行得好舒服。大家食望下啊，你可以喺啲排檔中間咧穿插。以前有啲困難嘅，以前呢度有間威威店賣碟嘅喎，啊買少見少啊，仲有捧場客。碟喎，大佬，全部男人嚟嘅，同埋啲女人唔買碟嘅，幾搞笑。咁啊，大家食，大家食就普通啦，有時頂住下肚咁樣咯。咁啊，一兩台客，咁樣樓上嗰啲咩沙爹王我睇唔到啦。Okay？ 哦，咁啊又嚟到一個街口咯。山東街，睇車先。啊，行到戲院嗰邊望下先。不過就睇下點行，依邊行啦，依邊行，跟住再轉入去戲院嗰邊望下。眼神啊，就不自觉地跟着走。在这里吃先，有 Uncle Four， Uncle Four 望下。啊，即是现在这一刻呢是有种啊，不知道怎么讲好，因为曾经失去过我嘛。啊，那你觉得啊，现在这一刻都珍贵的。Uncle Four 都是不多的， Uncle Four 都是。啊，都有人吃咯。啊，好耐之前食過嚇，唔多，唔係貴嘅，其實啲嘢都平，60蚊左右搞掂。高方啊，少量幾個客咁樣。依間食越南菜啊，咁啊有啲客啦呢個。我諗夜晚會更加多人咯，叫做。手打烏冬威熱辣辣，魚生粉啊，豆豆打，兩個餸嘅便當。啊，壽司套餐嚇，又壽司又有汽水送喎，呢頭麻辣地送喎。啊，咁有啲人拗生意啦嚇，依間咩嚟㗎？依間啊，都有啲人食咯，唔係多咯。啊，啲食小鍋米線，啊，津津有味。啊，咁啊，你見到啦，出邊就冷清清，檔主就拗水吹。有啲高級餐廳咁嘅款，人唔多，一兩個。啊，呢一間食嗰啲天婦羅，未咁早啦，啱啱放工嘅啲人都食咩嘅咧？嗱，食呢啲天當嗰啲。
係咯，間間都係誒冇咁早啦，叫做。依家我食過啦，食嗰啲咩誒中東嗰啲咧，好貴，唔好食，又貴又唔好食，啲中東嘢，純粹貪得意咯咁樣。OK。先轉入去睇下戲院嗰個位咧。跟住再行埋最後一個嗰條街仔啦，再行埋入去啦。最後一段，我哋行咗呢段望一望先。嗱，依間四寶食堂嚇，裝修幾靚嘅，我自己覺得。咁啊，咁啊啲客啦，叫做依間係幾靚個裝修，你見到個門口都靚啊，咁啊津津有味啲人食得。哦，開咗咯，依間係水門啊，水門雞飯。咁啊，唔見有排隊嗰個跡象啊！即係某一間咧，喺尖沙咀嗰間咧，就排到好誇張。咁啊，依家冇喎，唔使排隊喎，可能冇人知啊！真係啱啱開嘅啫，依間 exactly 啱啱開嘅啫。咁啊！啲啊市民駐足啦，嚇話啊試業緊啊，喺度試業中。我諗遲啲禮拜六日就排隊噶啦嚇，一禮拜五啊咁啊，禮拜五未啫嚇，啲人未清楚，唔知道開咗間水門喺度。咁啊，豉油街呢度啦，咁啊法輪功啊遠處都見到，仲喺度，好大個街站。戲院啦，戲院六點鐘，我諗假日會好啲，會再多啲人。反而戲院隔離依一間就好受歡迎。啊！依啲你睇個鋪頭嗰個門面幾核突，但係夠平咯嚇。好啦，戲院咧。哇！戲院熱鬧翻啦，有翻啲人。嗱、啊，咁安心出行啦，或者登記資料。嗱、啊，咁啊，好多人喺度排隊買飛啦。喺嗰套咩靈魂嗰度，遲啲。鬼滅就唔使睇啦。鬼滅唔好睇，好行埋最後一段就完成呢條片。啊，條路線基本上同以前差唔多嘅，不過就今次睇嘅嘢就有啲唔同咯，因為個即係變化得太快呢、這個世界。因為疫情變化得太快，咁啊值得影嘅基本上。啊，呢度有間百老匯，啊條街又熱鬧翻，開心咗條街 ，feel 到嗰、那個啲人嗰個情緒氣氛係唔同咗，突然之間你放鬆咗，啲人開心咗。食得開心咗咁樣，嗱呢度有間
皇冠冰室啊，咁啊唔算多嚇。就係有嗰啲10蚊個嗰啲墨西哥包、叉燒包嗰啲。蛋撻指數係6蚊。哦，唔該。跟住呢度執咗咯 ，keep 住眼。跟住咧，其實我覺得最多黃店咧，其實就係轉入去呢度。咁啊，黃店就通常都爆嘅。好 ，let's go。依邊啲街咧，亦都係比較即係有旺啦。嗱，呢度有一間已經係有啲客啦嚇，都遮住咗。係咁，望一望啦，睄一睄啊 ，feel 下個氣氛算數。啊，依間都係啦，有啲客嘅喺度都。間間都有啲客嘅，咁誒，即係如果一到嗰啲咩黃店嗰啲咧，啊咁啊，你見到排長龍，啊，哇，幾空曠，哈哈，幾得意個位 ，OK， 依間係咯車仔面，你又認得我依間，其他嘢認唔到嘅，嗱依間啦，黃店啦，車仔面。依家我好中意食，咁啊都係都幾多人啊！一半啦嚇，未處坐滿，上早啦嚇。啊，跟住後邊一辣就執咗啦，冇乜點變啦，平民扒房。哦，後生仔做咩唔開啊？後生仔咩事啊？海南雞做咩唔開？哦，佢堂食喎，只做到17:00啫喎，佢都有個牌。哦，佢唔賣醬喎，OK， 但都冇分別噶喎，你日頭都要。登記喎 ，OK， 即係個意識咯，同埋做夠咯，有時可能，不如仲好啦，俾啲員工唞下仲好，冇咁扯。西門町啊，冇人識。啊，喺度好空曠，開餐啦嗱，呢個我都中意食。啊，總之呢度咧有3-4間啊！嗱，嗰個咩後生仔，我諗計啦，開餐啦，車仔面啦，車仔面都冇咁多叫助力啊！咁啊，開餐咧咁啊，相當之旺。香港嘅食堂啦，咁啊都其實都好容易爆嘅，其實呢一間係勁容易爆。啊！其實依度咧要改一改名啦，叫黃店街啦嚇。咁啊，13E都有少量嘅客。嗱，依間咧，我覺得奇怪嘅，我都未食過啊，因為都冇機會啊，甜記餃子啊，依間係長期咧逼滿人嘅。嗱，而家有少量嘅位啊，下次試下咯，係。見到都六點鐘好早啦，咁啊已經逼滿人，有少量一兩個位啦嚇，間逼都逼到入去嘅，因為佢長期排隊嘅。
跟住仲有當然啦，壓軸，壓軸嗰個嗰間，依度行呢邊，小心。壓軸嘅，因為三餐啦，依間都多人，睇睇咪到。壓軸幾日三餐，啊，依間都正嘅，個情調幾好，幾好情調。安排多用，啊！見到啲人有翻笑容，開心開心咁食嘢。嗱，依間又有好多客啦，人之初。嗱，好啦，咁啊壓軸啦嚇，咁啊睇睇啦，壓軸一日三餐啦。遮住了看不到，但可以看到很多人吃，偷雞拍個照。哦，好搞笑，不安心出行，打個格仔。啊，咁呢度就係虛撼情況，一日三餐，照舊好多人啦，外賣又好，堂食又好，都滿咗嘅，係。OK。啊，今日比較特別啦，所以就行一行啦，即係嗰個變化，咁啊嚟翻登打士街啦，啊行過無數次嘅登打士街。咁啊，唔算多人，未到全盛時期啦。全盛時期就啊好誇張，同埋呢條隊仲可以再長啲，可以長到你呢個位。隔日啦，隔日就會噶啦嚇。咁啊，舒服嘅登打士街嚇，唔算話好逼。咁啊，影住呢度先啦。咁啊，多謝收睇。